那我们是用土蟹剪刀下下来，然后我们是纯天然的那个香料。桃园市长郑文灿合体网红开吃播，业者狂介绍，他也吃得很起劲。我通常拍节目的时候都吃几口，没有把它吃完，来都。美食当前，真的挡都挡不住啦。不过要说行销美食第一人，可不能忘了台南市长黄伟哲。真的很好吃。私房小吃大方公开，黄伟哲的美食地图包罗万象，俨然成了台南美食最佳代言人。选举到现在已经胖了10公斤了，我已经到了90了。网络直播是很好的方法，那可以让很多的市民看到哪里有好的商圈、好的夜市，所以我会继续的直播啦。不过请不要让我吃太多。带头宣传的后遗症就是体重直线上升，桃园市长郑文灿当年的俊俏模样现在多了福态，更稳重了。而黄伟哲3年前选前的尖下巴再也看不到了，现在真的圆润许多，体型悄悄放大。我看黄伟哲他已经胖了10公斤了。是的啊，我正在减肥。我们桃园这方面经营的还蛮认真的，亲民的感觉吧，还蛮有趣的，这样会让年轻人对他有兴趣。市长聊了可以用吃寡甘蔗力拼市政好感度。环宇新闻陈明彦、黄佩涵桃园报道。